砸沙滩中国，现在我有冰淇淋，我的冰淇淋，但是速度与激情就比冰淇淋速度与激情就我最希望，所以现在是音乐时间，准备一二三，两个礼拜以后，速度与激情就两个礼拜以后，速度与激情就两个礼拜以后，速度与激情就不要忘记，不要错过去电影院看速度与激情就，因为非常好电影，动作非常好，差不多一样。